哎呀，谢谢小虎哥，今儿个虾仁鱼寿，那弄个羊头来吃，吃一个，我想。哎，你这把吃了啥？哎，嗯，哎呀，哎，干啥？这，看，这羊头哥一下刚吃的，把大罐子喝，这个谁，助理犒劳一下嘛？哎呀，咦，看吃没了没有？嗯，太好了。我也吃的是真香。 吃了好几天，要好好干活呢啊！俺吃不干活不行，啊！那吃没吃能干动啊？啊！以前在把教练的，能吃都能干。哎呀，这大罐的刚是个吃的，连话都不敢说了。没，妹子好。哦哟，大家评论一下，看他两个吃的香还是羊头哥吃的香？我也吃香。评论区见啊，兄弟们！评论一下，看羊头哥吃的香还是大罐的和助理吃的香？你们养够吧这个羊头，爹的，我的个光呀！咦！ 好，羊头哥马上开直播啊！直播间现场吃一个，吃完让大家了解看谁吃。